被我打过的，你放心，我打过蔡淑臻，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今年那个金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伟宁、啊、郭书瑶，谁我都打过，这个我也打过。打啥金钟？杨景华是有个问题，那次不知道什么戏忘记，就后来决定没有打他。我下次看他杨景华，二话不说先说去，然后再看说我们今天要演什么。打过的人都得奖，点名杨景华，下次二话不说把阿瑞。你很讨厌呢，跟我屁事？跟强的人在一起就往上爬，你要跟弱的人混，就往下掉。恭喜电影老狐狸这一次将角逐金马奇想大奖。爸爸，要过来了吗？我们要买房子。67岁的陈木易还和片中客串演出的傅孟博一同角逐男配角奖。木易哥目前的心情如何？就是金马还好吧，就倒数了。对啊，我因为一直在拍戏，忙这个忙这个，所以其实根本没时间去烦恼这个事情。就当知道的时候，入围是先呆愣，然后愣住之后去理解说这个是真实的，然后开始充满了感谢。就到时候去就走星光，然后就上台这样子。就像你，不敢了，帅啊！得奖的是不管是谁，你就走啊。我一定会先站起来啊，确实不是啊，拍谁？那是我就直接走过去了，去玩这样。对对对，反正到男配你就站起来这样。记得你女配要站起来，直接站起来。我可能没有老板这么自然的。看来陈木易对拿奖时胜券在握，他自豪说起自己一套神奇的掌上功夫。被我打过的你放心，我打过蔡淑臻。得奖的是蔡淑臻。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今年那个金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伟宁、得奖的是徐伟宁，他和他的他，恭喜。郭书瑶谁我都打过，这个我也打过。打啥金钟？杨景华是有个问题，那次不知道什么戏忘记，后来决定没有打他。女主角奖，谢宇轩四度的镜头。是我后悔了，很赞的八路。我下次看他杨景华，二话不说先过去，然后再看说我们今天要演什么。然后要不要再来一下？导演，你先不要拍到傅孟博的脸了。谁？傅孟博，不要打到他的脸。离他远一点。这两个，真的呢。对啊，好吧，那你们全部来。没有，下一步了。演戏是这样，真的演都已经演过了，现在只能够马后炮了。下次打。希望票房大了。谢谢哇，这一定要。我很紧张呢，我跟大家都很紧张。我现在就要扛那么大的压力。